看看新闻网。好，说到前段时间有传言呢，说是王菲有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 W 姓男友，引起大家很多的猜测，包括我们哈。对，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有多八卦，有网友当时猜测下觉得吴秀波和吴大维好像比较符合条件，我们也别猜了，吴秀波大叔出来回应了，看看吧。我慢慢说，说两遍，啊。王菲是我非常尊敬的歌手，我到现在为止只跟她见过两面，并且都在公共场合。谈起与天后王菲的绯闻，秀波大叔明显是着急了，这话必须要说两遍才够清楚啊！再说一遍，王菲是我非常尊敬的歌手，到现在为止我只跟她见过两面，并且都在公共场合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，这 W 男星跟咱秀波叔叔没啥关系，大家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小心秀波叔叔生气哦。人类长着嘴，一开始是用作吃饭，然后接下来用作交流，现在可能就是用来扯吧。